接下来，你有没有看到这个亚洲？这个亚洲是不是看到这边叫 New，对不对？其实我们现在只要做一件事，这个要补亚洲，好，以此类推。我看下一个州是北美洲，请问这边是不是要补北美洲？这边是不是要补北美洲？对吧？好，来，我教你有没有很快的功能可以做到这件事？答案是有的，在这里转换，有看到转换吗？好，第一，请点转换；第二，填满，填满。请问要点向下还是向上？向下，对不对？向下，可以吗？我们来检查一下，对不对？一定对了，这电脑在做的事，有看到哦。请问墨西哥是不是中美洲？对吧？然后巴西是不是南美洲？智利是不是南美洲？可以吗？